慢的吗？没有挡板。嗯。哎、欸，哦对耶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可以先、這個。我去换钱。我去换钱、欸。所以这个等一下要怎么样？要怎么样呢？过来一点吗？我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第一个反应就是前后下转。所以这个怎么样？我要怎么样？飞到五万哦。那你觉得钱跟他们已经夹到一个了，哎，太快了吧！他们夹到一个了，怎么那么快的？好，右边一点之后，好，来，差不多，两包，快，快，垫，垫，薯条好像。对，我刚刚也在看那薯条。对，换你，你尝试一下。哎，怎么夹？哎，嗨，李轩，走开！左右，好，右左。有够满的，右左下，然后嘞，啊，好难的感觉，好，还是好，我们出动高手，我们不要紧张，我们高手已经两个，还是我们不一定要薯条。有了这个顿甩，刚刚那一种，你要试吗？你是，我帮你试吗？挡在这边，防止敌人来投案。哦，等等，牛来，好，顿甩，你现在已经很会顿甩了，可以，有点，推进去了，这个人真有可能顿甩，这个顿甩，你先定位之后再左右那个，左右快速下转。换一下，什么意思？先过来，先过来，对不对？再回来一点点，大概在这边。好，然后左右的，没事，那是不是要二收？没有加的，没关系，换钱了。对币机在这，换钱，我们有2000块。他故障哎，我要去求救了。外面还有一台。这是。太难了，他们刚夹了什么？这是快掉了，还是我们给牛牛夹？可以使用，我们使用牛牛金币，牛牛金币来，这里，请问我需要按照号码吗？不用，来牛牛金币，神圣的牛牛金币，卡太死了，快别的，这个嘞，有机会。吗？这有一个，要加一点点，是，毕竟刚刚满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！有可能啊！勾他！不行，我要拉后面的，拉后面，然后把它甩掉。多了！他把它甩到后面去，哎，前后，机台可以这样，皮球看起来可以吗？对，我是想说。哇，没勾到，再一次，可以，差一点。他好像都蛮死的。不会，再一次，加油！我们有两，我们在这里浪费了蛮多钱的哦。呀！终于，好，这是小龙虾，这种来哪个？对啊，我想这种很小的这种。洋芋片的，好，洋芋片好。这会很滑。好慢，我要差一点嘞，快，它很慢，差一点，你感觉要把它推下去就好了，慢，同一个吗？没事，我们冷静，这个你可以，再给你。要两个算吗？
都是。你说前面这个吗？或是右边这个也有机会。好，这样。收起来，啊、可以，没事没事，快上，没事没事。我们是不是要使用390宝夹？哎呀！啊有牛来，我把这个十块用掉。好，有牛币，牛币，牛逼了！牛牛加油！现在是双管齐下的意思吗？可以可以，牛牛加油！要走了，骆驼不要再浪费